妞妞的小爪子坏了，不知道是不是昨天在那个外边玩，叫虫子给咬了。马上就好了，马上就，我给你消消毒嘛。你看你这都肿了，你还老是舔，不能舔，知道不？坚持一下，坚持一下啊！好好好好，来来来来来，马上就好，马上就好。哎哎，听话嘛，哎，对，乖乖的。疼不疼？是不是不疼啦？好多了，是不是啊？我是不是没有骗你吧？我从来不骗狗子的。好多了。好，看这小爪子，是不是昨天被那个地上的虫子给咬的呀？今天外面下雨了，这是我人生中两大宝箱，一个药箱，一个化妆品箱。长得不咋地，你看看，化妆品干一大箱子，是不是妞妞？好了好了好了。前两天我买了一袋子大米，他们送了一盒绿豆。这个绿豆我实在不知道怎么吃，正好这边的温度还可以，我想把它给生成绿豆芽吧，要不然这么多估计放放都坏了。找个盆，先把这个绿豆给它倒盆里泡上。这个生豆芽之前要先泡一泡，里面的水让我喝完了，正好还剩了个空桶，刚好用这个桶来生豆芽。先把这个桶上面钻上几个眼儿，这个是为了方便到时候给豆芽换水，还有让它喘气儿用的。这个还挺难扎呢，扎上几个眼儿就行，不用全部都扎。泡豆子这会功夫，咱们整口饭吃，弄个手抓饼。这手抓饼太万能了，怎么整都好吃。放点芝士，放点自己喜欢吃的水果，然后把它一卷，完事儿了，再在这个饼上面给它抹上一层鸡蛋液，再来点芝麻点缀一下，完事儿就可以送入洞房了。几个饼放到空气炸锅里边，200度炸15分钟就 OK 了。这是刚才打那个鸡蛋液剩下的一点鸡蛋，扔了白瞎了。正好还有一张饼，不吃也白瞎了。得了，今天一刀全给它打发了，完事儿了。对了，吉时已到。我的饼已经错过了，咱现在可以搂它了。就是这个味儿。香。吃饱了也收拾完了，我鼻子上这个贴也干了，现在给它抠下来，这种感觉真的是太酸爽了。哎呀哈啊，眼泪都出来了，带劲，太爽了。这个好几个小时过去了，这绿豆泡的也差不多了，现在把这绿豆给它装到这个瓶子里头。完事儿再找个毯子把这瓶子给它包上，找一个不碍事的地方放着就行了。这个包上是为了让它更暖和一点，然后让它快点生芽。